机器人围棋下得好，还会不会做点别的？这是一位我们的青年画家，旁边呢是两个机械臂，好像在模仿他。 提供机械臂的呢是深圳越江科技，它的 CEO 刘培超队长，现在何一位青年画家，联合在一起，共同创作一幅画。 一支寒梅跃然纸上，在我们人类奋笔疾画的时候，机器人机器臂好像有点懵。 好，一幅作品，一支寒梅，这么快的时间已经画好了。这幅作品呢，是由 Dobot 机器臂的创始人、深圳越江科技的 CEO 刘培超队长领衔的智能硬件创沙营和沙画的艺术画家严家祥带来的水墨制造。好，跟。